GOYA 西班牙食品公司是一家生产和销售橄榄油、油橄榄和酸豆的领军企业。公司已有40余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是美国最大的西班牙及拉美食品集团GOYA公司大家族的一员。GOYA西班牙食品公司的现代化工厂位于西班牙塞维利亚，面向全球5大洲提供优质的产品。从橄榄树的种植到采摘，全过程秉承地道的地中海传统。精心采摘的橄榄果经业内最先进的技术进行加工制作。我们只选用2种最适合于餐食的橄榄品种进行灌装，曼萨尼亚和高乐达。橄榄罐头产品包括纯橄榄、去核橄榄、切片橄榄、甜椒夹心、沙拉橄榄和酸豆各系列。与其他同行业厂家不同，我们在沙拉橄榄和酸豆系列中使用真正的上等食材，纯天然烤制甜椒。在橄榄油生产上，我们同样精益求精，无论是精挑细选橄榄果实，还是过滤特级初榨橄榄油，以及制作纯橄榄油和淡味橄榄油，严格的品质管控贯穿在生产流程的各个环节中。有一支专业的品油团队，他们在橄榄油这一备受推崇的健康食品的品鉴上拥有丰富的经验。为了保证持久稳定的优秀品质，团队会品尝大致2000个不同的橄榄油样品，这些样品均来自于我们合作的西班牙供应商们提供的优等橄榄油。2000个油样，最终只有不到100个会被选中，用于制作GOYA橄榄油。GOYA橄榄油成品色泽透亮，香味醉人，可以从中品尝到原汁原味的安达卢西亚风味。以其独特而平衡的口感，GOYA获得了来自全球成千上万消费者的青睐。GOYA秉承卓越，因此橄榄油和橄榄罐装产品每年都会在国际知名评比上揽获大奖。产品生产过程既尊重传统又注重创新，这是GOYA恒久优良品质的保证。在有效期内，每一瓶橄榄油都始终保持最佳风味不变，味道颜色如一。消费者的信赖是GOYA一贯的追求，因此自1974年与西班牙建厂以来，公司一直沿用同一配方，从管理层到一线工人全员专注工作，使公司得以保证持久优质发展。在整个团队的努力下，我们每年产量高达2000多万罐油橄榄和2000多万瓶橄榄油。此等生产规模使得GOYA跻身于西班牙10大橄榄油出口商之一，同时也成为世界范围内生产和出口橄榄油的领军企业。我们的产品销往世界20多个国家，尤其在全球最大的橄榄油和罐装橄榄消费市场美国市场上的占有率极高。我们已满足世界各地西班牙及拉美美食爱好者的喜好和口味为己任，主打产品系列包括来自美国波多黎各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等多家工厂的2500多个单品。因此我们以身为GOYA大家庭一员而自豪。我们谨记GOYA承诺尽善尽美，GOYA承诺尽善尽美，GOYA承诺尽善尽美。